时光是一种抽象的名词，是在我们身边流动的故事。曾经的风华印在牌楼上，当时的脚步应该也和现在一样熙熙攘攘。那木造的典雅是时代故事中的一章，谁走谁留下，谁默默种下一个文化。桥上遥望现代的繁忙，而我正站在充满诗意的一方。你可以慢慢慢慢去发现更多别出心裁的景象。也可以沉浸在古老的氛围中摇摇晃晃。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熟悉那个年代，但留下的一切能再度交到下一个继承者的手里，让一同拥有的过去再次灿烂。所以顿时间开始觉得时光不再抽象，古今交错的人与房上演对过去与未来的想象。美食、表演艺术和文创就这样配上一杯，慢慢品尝。大溪，我到过的地方。原来，真的看得见时光。